路达，路达，伊玛卡哈库。他们牵我们到清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们会活着，他们知道他们会死，不知道在哪里而已。两个警察马上抓他，他先抱他爸爸说：“我们别打，黑你，不要打黑你，就是没抓走就没回来。”那他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能活就活下去，如果不能活，我们就在遥远的地方，我们再见面这样。对我们家的人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这样诠释无色世界，因为我们跟马哈穆娜生活在一起，我感受得到马哈穆娜的痛。阿米蒂卡林比萨，卡穆纳西达安古纳卡索内顿穆格达呢？因为我是跟别人家的没啥。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很多人都看过《赛德克·巴莱》，但若你想知道赛德克彝族的真实故事，你就一定要看《余生》。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影评人张燕托，我们分享这部纪录片。燕托你好，欢迎来到《异想世界》。凯英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很多人看过赛德克巴莱之后就对雾社事件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嘛。其实从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了80年，对很多的彝族来说还是又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言述的一种伤痛。所以余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纪录片呢？我想3年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2011年的9月跟10月，那时候赛德克巴莱在全台湾引起的这个风潮，我相信各位观众大家都还记忆犹新。那先讲那部电影，我觉得当时这部电影它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在于，不只在于它是国片史上最巨大的一个制作，那不只在于为的是让我们看到在大荧幕上面看到在台湾山林里面的那种动作场面，还在于这个故事其实它不是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的故事，而是为的是把当时的这一些当时当地的这些人们，他们这群人，他们面对爱恨情仇，面对生死选择的时候，他们做出的这一些依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所做的事情，把它原原本本的呈现在我们现在的观众面前。那它跟我们现在的人的价值观其实是有出入的。所以它等于是逼迫所有去看的观众，你因为看完了之后，你就会去思考这个不同的年代跟不同的价值观带给人的不同的选择。那回过头来讲这部纪录片，事实上当初赛德克巴莱在，我记得在上映的时候就有听说他们正在拍后续，在拍一部纪录片。对，那等了2-3年，我们终于看到这个纪录片本身。那事实上就内容或者是就它里面所讲的时间点而言，确实可以把它看成是赛德克巴莱的整个系列的第三部作品，只是它并不是一个戏剧，它是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对，那它所记录的对象是什么呢？它记录的是，因为在雾社事件当时，其实就是赛德克族里面的赛德克族本身有三个不同的群，那这个叫做塔达亚的这一群里面的一些部落，他们联合起来对日本发动一个反抗的战争嘛。那因为这个战争失败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族人都后来就都已经死掉了。那但是少数这些幸存下来的彝族们呢，他们刚刚预告片也大家也有看到，他们被日本人把他们迁到川中岛，也就是现在的清流部落这个地方去。那么从那之后到现在的整整这80年，这些彝族们他们的生命，他们所面对的伤痛，那就是这一个余生这部纪录片他所要记录的一个目标。那当然作为一个纪录片，在形式上它大部分是以访问人物的访谈为主，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包括刚刚预告片可以看到有彝族们他们接受访问，那有一些学者专家他们也在镜头前面讲一些他们的了解，那也包括跟事件相关的，不管是台湾这边还是甚至日本那边的相关的后裔都出现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去讲这
八十年的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其实纪录片本身，它既不是讲拍《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的纪录片，那它其实也不太是讲这些人们他们现在的处境，而是以这一段所谓的余生为主的。那另外，这部片里面余生里面还有一个支线是，整个拍摄团队跟同样是赛德克族的族人的一位长老，他就是在当初在电影里面他演莫纳鲁道的父亲的那个角色，对，跟着他还有他带着他两个青壮年的儿子一起，他们踏上一段长达9天10天的旅程，他们要去寻找在深山里面一个是他们赛德克族传说中的当初的发源地，或者那是一座对祖灵的那个发源地，那是一颗一座圣山或一颗圣石这样子。那这个它叫做普苏库尼的这个地方，同时这也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片名。对，他们长途跋涉的这个过程，很有趣的是，因为余生的导演汤湘祖，他本身他就是一个过去就得过金马奖的纪录片导演，那但是同时他也是赛德克巴莱的录音师。对，所以他是在整个电影结束之后接着开始拍这个纪录片。那我在看之前我其实就很好奇这个纪录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那实际上去看了之后就发现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他其实跟电影是有点要独立分开的，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作这其实是一部就是要给你当初看过电影的人就为你量身打造的一个纪录片这样子。是，他记录的目标并不是雾社事件，而是他要记录这八十年来因为那场战役，因为那样的伤痛可以带给这些相关的人们的人生多么天翻地覆的一个改变。对，电影《赛德克巴莱》呈现的是赛德克族勇士的英勇事迹的话，余生其实是比较聚焦在女性彝族他们坚韧跟坚毅的生活嘛。所以彦拓对余生有什么样子的观后感呢？好，我觉得凯英刚刚这个观察就很精准，就是当然因为当初起身抗暴的这一些战士们当然全部都是男性，所以那这些男性几乎都战死了，所以能够存活下来的多数是女眷或者是孩子们，这个是理所当然。那可是在不管是在电影里面还是在纪录片里面，其实他们都有提到说这些战士们他们在战争的最后面，当他们明白这可能已经是最后一战，甚至就是准备要从容赴死的那时候，其实当初的状况是他们也有要求他们的女眷或者是孩子们先自尽，先上吊自杀等等。那理由是希望让这些战士们他们之后上战场就没有一个后顾之忧。那可是我也印象很深刻的是在彩虹旗的后面也有这么一段剧情，是莫纳鲁道的女儿马红莫纳，她被日本人救活了嘛，然后日本人给她一个任务，就是要她到深山里面去找她还在顽强抵抗的哥哥，然后去招降。对，那但是她去了之后呢，她哥哥达多莫纳就跟她说，就拒绝她的招降，但是呢，她也对她妹妹说，你要勇敢的活下去，你要生很多的孩子，然后把我们的故事跟我们的骄傲都要告诉他们。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很感动的一点是，因为你在赛德克巴莱你看到的是那个时代那一群那个族群人们，他们藉由他们的信仰，他们对于生死这件事情的概念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在他们认为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而只是一个某一个旅程的其中一段，在那个剧情的转折就让我觉得它就衔接上了我们现代人对于你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你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活下去，那你要把故事流传下去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就藉由那个情节被流传了下来。那么回过头来讲，这个纪录片里面刚刚说到，其实被访问的这些彝族的确多数就是从女性彝族的这一条脉络留下来，那包括像刚刚讲的这一个莫纳鲁道的女儿马红莫纳，她的
外孙女，就是刚刚纪录片里面也有看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受访的角色、嗯、那而且她自己的名字就是以她外婆的名字命名，所以她的名字也是叫做马红。对，那她讲说其实她从小她就很不喜欢马红这个名 字，因为她想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她会想到的是在自己家里面那个愁容满面的，然后一辈子都被悲伤所笼罩的那位外婆。嗯，那他说他在他们家里面呢，对于那个伤痛的历史跟对雾社事件基本上是不太谈的。嗯，但是因缘际会让他在长大之后，包括他自己做研究，那也包括他参与余生的拍摄，让他必须从头再回去面对这一段家族的历史。嗯，甚至他也扮演访问者的角色，他去访问他自己的妈妈跟爸爸，也就是那个老马红莫娜的女儿跟女婿。嗯、那听他们讲说，过去这他妈妈，过去是多么的悲伤啊！那一直都，因为他是整个家族唯一存活下来的，所以他多么想念他的哥哥们，还有他的父亲母亲、嗯。那他一再一再的非常在意的，希望能够恢复他的哥跟尤其是他父亲的名声，对，然后甚至临终的遗言也是对他女儿跟女婿说，你们要把这他们的故事要把它流传下去，嗯，类似这样。那或者譬如像另外有一位受访的是刚刚预告片里面也有那位，就是对一群小孩子讲话的，他是电影里面徐若瑄的那个角色，就是欧宾塔道的孙子，嗯，那他自己说，因为他当然他奶奶当初有存活了下来，那可是一直到他自己的父亲长大到了一个一定的年纪之后，他奶奶才告诉他说，其实你的父亲并不是你所认为的我后来改嫁的这一位，而是当初在事件当时就已经先自尽身亡的花冈二郎。那这一位这个孙子呢，他本身甚至他已经不会讲族语了、嗯、但是他也由他族里面的长老带他在纪录片里面到当初花冈一郎跟二郎过世的那个地方去，到那边去凭吊，然后他说、嗯、我不会讲族语，所以我只能用汉语跟你们说等等，像这样的东西、嗯、是。那另外也譬如像当时在整个雾社事件里面遇害的日本人里面职位最高的是这位叫做佐种爱佑、嗯、这位长官，那他本身他娶的是一个应该是泰雅族的妻子，对，那感情很好。那甚至这位妻子后来过年老过世之后呢，她是跟到日本去，是跟她丈夫合葬一起的、嗯、那他们的女儿，换句话说这是一位混血儿，事实上后来战后在日本是她本身是成为一个还蛮有名的音乐家、嗯、等等的这些人，让我觉得整个余生让我看到的其实是就像刚刚说的，他记录的目标并不是雾社事件，而是他要记录这八十年来，因为那场战役，因为那样的伤痛，可以带给这些相关的人们的人生多么天翻地覆的一个改变。对，那个伤痛、那个伤痕是绵延了好几代下来、嗯。那甚至对后代现在的年轻人而言呢，他们会有长大之后要回头去追溯。去研究自己的身世那样的一个使命感。对，那像电影里面不断受访的是那个 Dakis Bawan， 也就是郭明正老师，他是赛德克巴莱的算是最重要的一个顾问嘛。嗯，那么他自己也讲说，他在清流部落长大，但是他小时候他根本没有概念清流部落的历史。当他小时候学到雾社事件的时候，他觉得哦，原来过去曾经有那么一群很勇敢的族人，他们起身反抗日本人、嗯、但是到他到一个年纪之后，他才恍然大悟说，原来他自己其实就是那当初跟日本人交战的那些战士们他们的遗族，那被迁到清流部落之后的后来的后人，他才发现了自己的身世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在这部纪录片里面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确是还蛮震撼的。嗯，其实因为殖民的这段历史，很多人的民族的身份都有多重的改变跟多重的意义嘛。对。那尤其是刚刚彦拓提到这个 Dakis 老师，他因为他38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嘛，所以他说他几乎因为那场病而差点要过世，所以他惊觉说他在
要过世之前还不知道自己是谁哦，所以在余生当中也借了很多的彝族的口来说，他们其实想要知道我是谁的这样子的心愿。那我觉得感触很深的一点是说，他们说在大中国或是在大台湾的这个脉络底下，你是看不到原住民或者是赛德克族人的历史的。所以彦拓觉得呢，我觉得赛德克巴莱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就像刚刚凯英说的，整个雾社事件前因后果，还有这些族人们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的选择，你不论是用日本人的角度，对日本人而言，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在我们统治之下的一群人，他们想要造反，然后不但造反，而且还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们的一群男女老幼统统都杀光的一个很几乎是恐怖分子的一个作为。那对大中华的叙事而言呢，在事后他们又觉得又把孟纳鲁道他们奉为是抗日英雄，觉得这些人们他们应该是要反抗日本人的统治，想要回归中华民族的怀抱这样子。但事实上根本就都不是如此。那在纪录片里面刚刚讲到那位就是欧宾塔道的孙子，他就有讲到，他说为什么当初会发生雾社事件，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赛德克族人发现他们最重视的那一种神灵的对过去的尊重，对未来的死后世界的期待，还有包括他们的嘎雅，包括他们的祖训、很多的这些文化传统通通都被禁止，都被剥夺了。那对他们而言，那是一个最重要的生活跟对未来的心灵的一个寄托。但是这样的寄托被拿掉了之后，他们当然就感到非常的惶恐，而且觉得根本无法接受。对，所以对这个抗暴起身发生这个雾社事件的原因，既不是完全是因为我觉得你是日本人，你不能统治我，然后我回归我应该是属于汉人的一员，既不是因为这样子，那也不是单纯的要复仇而已，而是这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他们的仪式。所以从这个仪式，其实就再连接到整个赛德克巴莱，更当初我觉得在看的时候，最让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的这个出草的这个仪式，他们猎人头的这个作为，而且是在《太阳旗》里面特别演到，他们连一屋子的小孩子跟妇女，他们也全部都一个都没有留下这样子。那这就回到说，当初我在看过了各种资料之后，我得到的第一解就是，其实对赛德克族他们而言，对出草这件事情，他们列下你的人头之后，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我恨你入骨，所以我要砍下你的头，而是对他们来说，我把你的头砍下来之后，他们是会带回家好好的把它供养起来，然后他们会认为说，我在砍下你的头之后，其实你的灵魂就会变成我的守护神，然后呢，等到有一天当我也死掉之后呢，我们在死后的世界，我们反而是会因为这样变成朋友的，这其实是一个和解的过程。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他们所信仰的一个价值，对现在的我们而言，无论如何你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你基本上不太可能去认同它，但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做到接受跟认同，但是至少你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然后把这整件事情的诠释回归到他们本身的一个主体性，而不是日本人的价值观所看的，也不是汉人或也不是我们后面台湾人的价值观去看，而是理解他们信仰的是什么，然后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那这个我觉得才是不管是赛德克巴莱或者是透过余生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他所想要教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在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他也效法了魏德胜的那一种，就是像疯子一样，不管怎么样要做到最好的那个精神。所以他们把最昂贵的而且拍起来效果最好的器材全部都带着一起上山，壮观的感觉基本上并没有输给你在魔戒里面看到那些远征队他们走在那个山林线上的那个感觉。
刚我们也有讲到余生的导演汤湘竹嘛，其实汤哥真的是业界数一数二的收音师、录音师。那这次他为了拍余生呢，其实也动用了14位的布农族的勇士的云豹登山队，要扛这些器材上山。大家就可以看到预告里面其实有非常磅礴的气势哦，这些景色都非常的优美。所以彦拓觉得这次余生的镜头语言上面的成果怎么样呢？好，我觉得实际上因为它长达2.5小时，可是在看的过程里面其实你不会不耐烦或不会觉得很长，其实是蛮融入在那一个气氛里面的。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余生，我可以说它是一个在视觉上非常好看的一个纪录片。那就像刚刚凯欣说的，汤湘竹说他在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他也效法了魏德胜的那一种，就是像疯子一样不管怎么样要做到最好的那个精神。所以他们把最昂贵的而且拍起来效果最好的器材全部都带着一起上山。那跟刚刚所说的就是塞德克族人他们要回头去找他们的那个祖灵发源地的那座山的那个石头神石，对，跟他全部的人一起花了9天10天的时间去到那个目的地去。所以沿途他们所拍下来的这些风景，那包括不管是大景远景啦，或者是到最后到那个在石头下面那个大萤幕所拍出来的那一座真的非常惊人的，它既是又是木头又是石头，然后的那个高耸的牡丹岩的那个画面，我觉得那的确是非常的值得一看。尤其根据Takis Bawan老师所说，那个地方真的是过去可能这80年来都没有人再去过，甚至 不太有把握是不是可以找得到。那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只是拍到那个圣山，而且呢他们也像譬如他们有一天晚上扎营的时候也很神奇的在营区附的就他们的所住的那个地方附近就出现了20-30头的水鹿。对，然后他们也在夜间拍下那个水鹿来到他们身边的那一个画面。那甚至像是他们在那个山棱线上面在走的时候那个空拍下去的那个镜头，我觉得那个壮观的感觉基本上并没有输给你在魔戒里面看到那些远征队他们走在那个山棱线上的那个感觉。那只是魔戒他们走的那个是雪白的山脉，而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台湾的翠绿的山脉，但是那个画面的美丽的程度我觉得真的是毋庸置疑，所以也真的觉得非常值得，一定要看就应该要在大荧幕上看。对，要在大荧幕上面观赏。真的是如此。最后请彦拓帮我们说余生你觉得最推荐的地方在哪里。事实上整部纪录片这样看下来，你会发现它从就像刚刚说的包括访问，那也包括整个看得到风景，以及里面的这位长老他也前前后后的在讲一些他们赛德克族的传说的东西，你会发现你从一个不是戏剧的角度，而是你真实的在这一些彝族的脸上去看到那个过去的一段历史可以带给后世的人多么大的一个影响。那不只是他自我的，像刚刚有讲到的像郭明正老师他就自己讲到他自我的那一种我是谁，然后重新再回头去找自己过去的身世的这样的一个的那个震撼的过程。那也包括你可以看得到当他们现在生活在那个很漂亮的清流部落里面，那你可以想象那个现在看起来非常安逸的那非常低调的一个小村落，那其实背后是带着多么长的跟多么天翻地覆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去，并且我们平常对于原住民族的现在的生活的了解又在更深入，因为你看到的是他们的文化面跟看到的是他们的历史的一个重量。那也因此你整部看完下来之后，我的确觉得这对于3年前大家都看过赛德克巴莱的电影的经验，这会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补充跟一个后续的可以带来思考的一个东西。那今天非常感谢彦拓帮我们分享余生，谢谢彦拓。谢谢凯欣，谢谢大家。